드라마에 나오는 사자성어나 관용어를 좀 보도록 할 텐데요. 오늘은 유명한 사자성어 첫눈에 반하다, 이지엔종칭을 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종은 집중하다, 모으다 라는 뜻을 가지고요. 종칭은 사랑에 빠지다로 해석할 수 있습니다. 총 아홉 문장을 보도록 할 텐데요. 세 문장씩 끊어서 볼 겁니다. 제일 처음으로는 자막 없이 두 번씩 보고요. 해석해보고 자막이 있는 영상을 보고 그 다음에는 한 문장당 여섯 번씩 반복해서 외워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我这是一见钟情，自打我见到她这面起，我就认准了，这辈子就是她。我对她是一见钟情，我喜欢她的样子；愤怒时直接纯粹，开心时阳光明媚。我对她是一见钟情，我喜欢她的样子；愤怒时直接纯粹，开心时阳光明媚。 是不是对每一个女孩都这样？혹시 모든 여자한테 이런 식으로 꼬시는 거 아니야? 하이真不是 아니야. 하이는 강조인데요. 의외를 나타내는 강조입니다. 종종 쩐하고 같이 쓰입니다. 안 믿길지 모르겠지만 정말 아니란다. 只有你让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一见钟情. 오로지 너만이 나로 하여금 뭐가 첫눈에 반하다인지 느끼게끔 했다. 我这是一见钟情，自打我见到他这面起，我就认准了，这辈子就他。 나의 이 감정은 첫눈에 반한 거다. 츠를 한 글자만 써도 종의 뜻이고, 다를 한 글자만 써도 종의 뜻이고, 츠다 아니면 츠종 모두 다 종의 뜻이죠. 시간에 쓰는 로부터라는 말입니다. 见面 이렇게 따로 띄어서 쓸 수도 있지요. 我见到他这面起 내가 그녀의 얼굴을 봤을 때부터, 내가 그녀를 만났을 때부터, 我就认准了 나는 단정지었다. 这辈子就他 내 이 한평생에는 그녀다, 그녀밖에 없다. 我对他是一见钟情 나는 그녀에게 첫눈에 반했어. 我喜欢她的样子 나는 그녀의 모습이 좋아. 愤怒时 直接纯粹 화낼 때는 직설적이고 순수해. 开心时 阳光明媚 즐거울 때면 햇빛처럼 환하고 밝아. 是不是每个女孩都这样？还真不是，只有你让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一见钟情。是不是每个女孩都这样？还真不是。 只有你让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一见钟情。我这是一见钟情，自打我见到他这面起，我就认准了，这辈子就是他。我这是一见钟情，自打我见到他这面起，我就认准了，这辈子就是他。我对他是一见钟情，我喜欢他的样子。愤怒时。 直接纯粹，开心时阳光明媚。我对他是一见钟情，我喜欢他的样子。愤怒时直接纯粹，开心时阳光明媚。因为我觉得这样挺刺激的，因为我觉得人的一生当中得有一次一见钟情。因为我觉得这样挺刺激的，因为我觉得人的一生当中得有一次一见钟情。 得了吧，你那是一见钟情以后的异想天开，任杨小鱼跟你闹着玩呢。得了吧，你那是一见钟情以后的异想天开，任杨小鱼跟你闹着玩呢。他谁呀？我怎么觉得一看他就不行了呢？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一见钟情？他谁呀？我怎么觉得一看他就不行了呢？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一见钟情？친구의 남친과
사랑에빠진경우인데요친구의남친인지뻔히알면서왜내전화를받았느냐라는질문에대답하는중입니다因为我觉得这样很刺激的왜냐면나는그렇게하면참스릴있다고생각했어因为我觉得人的一生当中得有一次一见钟情또왜냐면나는사람은한평생최소한한번은첫눈에반하는그런경우가있어야한다고생각했어이런말좋죠人的一生当中得有一次一见钟情여러번읽어서외워보시고요得了吧你那时一见钟情以后的异想天开됐네치워라너는첫눈에빠지고나서엉뚱한생각을하는거지人杨小云跟你闹着玩呢그쪽양샤위는너한테진지하게그러는게아니야그냥노는거지너한테그냥가벼운기분으로그러는거야타谁야이사람은누구야我怎么觉得一看他就不行了呢왜이사람을보자마자내정신이아닌것같지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一见钟情그러면이게소문으로만듣던첫눈에반한다는건가因为我觉得这样挺刺激的，因为我觉得人的一生当中得有一次一见钟情。因为我觉得这样挺刺激的，因为我觉得人的一生当中得有一次一见钟情。得了吧，你那是一见钟情以后的异想天开，人杨小云跟你闹着玩呢。得了吧，你那是一见钟情以后的异想天开，人杨小云跟你闹着玩呢。他谁呀？我怎么觉得一看他就不行了呢？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一见钟情？他谁呀？我怎么觉得一看他就不行了呢？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一见钟情？我不知道具体的呀，反正我姐是喜欢他。你胡说！我说的是实话呀，你不是对他一见钟情吗？我不知道具体的呀，反正我姐是喜欢他。你胡说！我说的是实话呀，你不是对他一见钟情吗？真不知道他看上搜了什么。那他们是怎么认识的？爱情在网吧对搜了一见钟情。真不知道他看上搜了什么。那他们是怎么认识的？爱情在网吧对搜了一见钟情。你为什么喜欢他？我呀，我对他是一见钟情，可能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吧。不过我见他第一眼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这个地球上最特别的人。你为什么喜欢他？我呀，我对他是一见钟情，可能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吧。不过我见他第一眼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这个地球上最特别的人。我不知道具体的，反正我姐是喜欢他。구체적인상황은어떻게되는지모르고하여간어쨌든간에우리누나는저사람을좋아하는게맞아요니胡说터무니없는소리我说的是实话呀내말맞잖아니不是对他一见钟情吗저사람한테첫눈에반했다며真不知道他看上索罗什么정말이지그녀가索罗에뭘보고반했는지이해가안가那他们是怎么认识的시제용법이죠어떻게를강조합니다그럼그사람들은어떻게알게된사이인데爱情在网吧对索罗一见钟情爱情이 PC 방에서索罗를보고첫눈에반했대你为什么喜欢他我呀我对他是一见钟情나는그사람한테첫눈에반했어可能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듣기에이해가좀안되겠지만不过我见他第一眼的时候하지만내가처음봤을때我就觉得他是这地球上最特别的人그사람이이지구에서제일특별한사람이라고생각했어我不知道具体的呀反正我姐是喜欢他你胡说我说的是实话呀你不是对他一见钟情吗？我不知道具体的呀，反正我姐是喜欢他。你胡说！
我说的是实话呀，你不是对他一见钟情吗？真不知道他看上搜了什么。那他们是怎么认识的？爱情在网吧对 Solo 一见钟情，真不知道他看上 Solo 什么。那他们是怎么认识的？爱情在网吧对 Solo 一见钟情。你为什么喜欢他？我呀，我对他是一见钟情，可能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吧。不过我见他第一眼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这个地球上最特别的人。你为什么喜欢他？我呀，我对他是一见钟情，可能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吧。不过我见他第一眼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这个地球上最特别的人。是不是对每个女孩都这样？还真不是，只有你让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一见钟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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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是一见钟情，自打我见到他这面起，我就认准了，这辈子就是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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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他是一见钟情，我喜欢他的样子。愤怒时直接纯洁，开心时阳光明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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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觉得这样挺刺激的，因为我觉得人的一生当中得有一次一见钟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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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了吧，
你那是一见钟情以后的异想天开，人杨小鱼跟你闹着玩呢。得了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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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是一见钟情以后的异想天开，人杨小鱼跟你闹着玩呢。他谁呀？我怎么觉得一看他就不行了呢？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一见钟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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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具体的呀，反正我姐是喜欢他。你胡说！我说的是实话呀，你不是对他一见钟情吗？我不知道具体的呀，反正我姐是喜欢他。你胡说！我说的是实话呀，你不是对他一见钟情吗？我不知道具体的呀，反正我姐是喜欢他。你胡说！我说的是实话呀，你不是对他一见钟情吗？我不知道具体的呀，反正我姐是喜欢他。你胡说！我说的是实话呀，你不是对他一见钟情吗？我不知道具体的呀，反正我姐是喜欢他。你胡说！我说的是实话呀，你不是对他一见钟情吗？我不知道具体的呀，反正我姐是喜欢他。你胡说！我说的是实话呀，你不是对他一见钟情吗？我不知道具体的呀，反正我姐是喜欢他。你胡说！我说的是实话呀，你不是对他一见钟情吗？真不知道他看上搜了什么。那他们是怎么认识的？爱情在网吧对 Solo 一见钟情，真不知道他看上 Solo 什么。那他们是怎么认识的？爱情在网吧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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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lo 一见钟情。你为什么喜欢他？我呀，我对他是一见钟情，可能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吧。不过我见他第一眼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这个地球上最特别的人。你为什么喜欢他？我呀，我对他是一见钟情，可能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吧。不过我见他第一眼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这个地球上最特别的人。你为什么喜欢他？我呀，我对他是一见钟情，可能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吧。不过我见他第一眼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这个地球上最特别的人。你为什么喜欢他？我呀，我对他是一见钟情，可能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吧。
不过我见他第一眼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这个地球上最特别的人。你为什么喜欢他？我呀，我对他是一见钟情。可能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吧，不过我见他第一眼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这个地球上最特别的人。你为什么喜欢他？我呀，我对他是一见钟情。可能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吧，不过我见他第一眼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这个地球上最特别的人。你为什么喜欢他？我呀，我对他是一见钟情。可能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吧，不过我见他第一眼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这个地球上最特别的人。